Hello， 我江江。家具壁纸值得买吗？商城这里哦，然后外观应该是家园哦，玻璃，然后组合包的这些值得买吗？我跟大家说，一个账号买完之后呢，你所有的分身都可以用，包括你的朋友，如果给你权限的话，也可以用。这个家是卖红茶的，然后我把它改装成夜店风。来，我试试看哦。那我这个号是小号。这是什么？链条灯牌，灯牌放上面呢。然后可以放上去，你看。但是它分享管理有什么详细的东西啊？不管它，先把它弄漂亮点哦。等一下他回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发现，哎，怎么不一样啊？先不要告诉他，给他一个惊喜啊！啊，还有吧台，看吧台，吧台放哪里？我觉得放个地方哦，他自己在取桥哦。哎，这个 L 型啊，这个是需要生皮的，这要皮革才可以做的。那我先做一些啊，这也是要生皮，我等一下再去补生皮啊。方桌啊，方桌放在这个地方 ，OK。然后它是不是有灯啊？灯光要玻璃啊，随便把它摆一摆。OK， 那我觉得最屌是个投射影灯啊，这个是金属废料 ，OK 啊，那随便摆一摆。啊，是可以转角度的哦。不想要看到什么反应。哇，超棒的，你看。哎，我们地板，我看一下外观地板，地板，半透明哑光地砖，哇塞，这感觉质感就不一样了。贴满，反光哎！哇！超帅！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哦，这里还有一片。OK 啊！好吧，是卖红茶。等一下哦，我想看看他家好乱哦，我帮他整理一下好了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研究台放这吧，然后这个就给他放门口，好，放门口，迎接嘛，迎接 ，OK。大厅呢？大厅转正 ，OK。然后这个转一下位置，然后迎宾大厅这样子是不是有气派多了？一开门就可以进来，好看到大厅。这个再往后面一点。这个位置好，这个放上面吧，这个上面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这个领地核心，这个爆了就全爆了、啊，放这边。啊，我看看哦。另外我跟大家讲哦，那个我看一下，我先等一下。哦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，如果你没有铁架的话。这个方式是可以减少啊，我没有半墙，我没有小墙，我看看啊、哦，
看一下我的这个开是不是？好了，小心断墙哦，小心断墙。我先大概做一个样子出来。哪个位置好？这个位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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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位置。不用飞的。OK， 然后看看这个位置，好，然后还有半的吗？还有半的吗？我是不是没有做出来？天花板这个，如果有木头的话，就可以做木头这个吗？这个，然后就是这样兜起来，盖错了 ，OK， 盖错了 ，OK， 然后。这里的话一样是半形，有点卡了，糟糕，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卡了 ？OK， 然后我们再把箱子摆上来，好了，帮他整理一下货架哦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。其他的柜子呢？放这里。然后这个柜子，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干净啊？卖红茶。为什么你东西可以摆那么乱？真是受不了你了。帮他整理一下好了。OK， 这个就是人造的，免费的工作台哦，不是，是那个。那个层架箱子架哦，我先把它摆好看一点啊，这样子，为什么又卡了呢？为什么会那么卡？又没人上线。好啦，等一下，是不是还有一个柜子啊？是吗？我看一下是不是还有柜子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对嘛，你这样子找东西才方便呢、啊，乱七八糟的。OK， 这个屋顶可以盖吗？我看看哦，是不是可以盖、啊？另外一边哦、啊，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好吧，总比没有好，是不是？总比没有好。好啦，我帮你弄好看一点啊、哦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要放哪边去？放边边了，这样子你才拿东西才方便嘛，就在旁边而已哈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把你放一边去啊、这个把你放这边好了，这个帮你拍好一点。OK。哦，冰箱，然后再哇，个地板少一个啊，还少个地板啊。好了，刚刚还少什么？看还有这个墙壁，这墙壁超炫的，超炫的，有没有？直接这样放在这边。好，然后看看，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用成那样子啊，像比方说这样，然后这样子有一致性啊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门是这样子的 ，OK。这一片我觉得都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黑色放中间。啊，这样比较有层次感觉，是不是 ？OK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？框架是什么？架有什么框架？不一样的东西吗？没有。这样子呢？红绿，哦，一排绿的，一排红的，哎，这样可以 ，OK， 绿色，啊，红色，应该觉得我神经病吧？是不是进来的时候就有迎宾的感觉哦 ？OK， 然后再来呢？我调整一下位置啊，这真的很乱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不要啊，算了，放这里啊，那把它。录起来的时候被他看到，我把他东西删掉，这样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其实可以不要的。我获得他的沙发是不是？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啊。这个我给你把你拔掉。OK， 他那个这个上面好像放公仔，他会有一些 buff 吧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能用。
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帮你做一些玩具了，好不好？家具，我帮你放一些模型在上面。哎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太高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操作过于频繁还不能用啊？这个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些不能弄。这个呢？这种可以吧？为什么我的可以，你不行？排挤我？呵呵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弄美美的，美美的，哦，美美的。哎，这样子。哎，放不上去啊。我帮你弄亮亮的啦。啊，只有一个啊，就一个。OK 啊，然后看看这里，哎，这给你放个这个东西。哦，哎，它是立在上面的。为什么这样？可以放，哦，超出临近范围。哎呦，好了，这样子，好吧，这样子。看看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放的啊？这个是磁带放哪？放这，不能重叠。哎，这要放哪边？怎么那么麻烦？奇怪。好啦，算了，我看一下别的东西。啊，说到刚才说到说帮他做这个皮革啊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，哦，这要生皮啊，要生皮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方镜可以干嘛的？就是一个方镜，好。啊，这个吧台啊，这个哦，吊漆耶，啊，是工业风吊漆，这个不错哎。帮你放这好不好？好吧，放。他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天哪，他家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，好啦，不用感谢我，我只是看不惯你家太乱而已。帮你弄亮点好不好？这个怎么放不上去 ？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帮你弄美观一点，好不好？他现在在上班啊，所以他家被我大改造了。看一下，这放哪？哎呦，你家东西怎么那么不够用啊？一下就这个没有，那个没有的。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弄的啊？这个电子桌，看看放这边吗？好啦，这个至少你有个时间在这边哦，那可以设个闹钟。哦，这可以放东西耶，这桌上可以放东西。你的电脑，放这会太瞎啊，算了，还是吧台。来，这个不准进入。我看看，放上白色的，白色，这黄色，这个要放哪边好？放这里。OK， 然后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整片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整片的。我看一下，不然我帮你弄个结构墙好了。这个结构墙放在就是整片的，对不对？是整片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帮你布置一下。这个为什么这次账号没有？我怎么突然找不到？哦，下面，下面，我还蛮喜欢这整片的，啊，绿色，只能贴一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只能贴一边？好吧，没关系，一边就一边哦。然后好了，刚说到说帮他打那个，这只耗子，有了勉强有一些子弹，帮他打一些皮革出来，然后做个沙发哦。他那个路好像在上面的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另外一个家在这边。好，然后好来哦。
来啦，兄弟，别说我对你不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。啊，别说你没去过夜店哦，夜店就长这样。阿念觉得我笑笑的，对，应该是你觉得我笑笑的。耶、yeah, 欸，不够啦哦。好啦，先这样，帮你放一些酒。这些酒，这样才像话。这样人家就是说卖红茶都在喝酒。来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没东西放啊，东西太少了。好了，先这样吧。啊，不用感谢我卖红茶，你看看这样是不是很有 feel 啊？超赞的啦，超水嫩。好啦，不相信的话呢，我再试另外一个家给你看。我另外一个伙伴在哪边？他是在哪边？啊，这边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说过不去啊。八 minutes， so 我过不去了。八，没关系。哦，啊，先这样子 ，OK， 我来帮他改装一下哦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外观，地板，好啦，不用谢我哦，原念。你看他回到家的时候一发现，哎、欸，他家怎么回事？我走错房间了吗？哇，真的是很吓趴你这个。这样呢，这样完成了，然后再来一个是星空。整个质感提升啊，元念。天哪，怎么这么酷？看一下有什么地方。再来是墙壁啊，我们的墙壁当然是要我们的二级结构钢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敌人就看进来啦，是不是就变得不好啊？那我就用成，哦，用成什么？外观用的黑色，好的，黑色啊，不要这个蓝色。哎呀！好了，这个是焕然一新啊！这边还少个天花板呢。屋顶这天花板是这个。OK， 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什么家具灯啊！我们金属废料有8000多、哦，这个厉害哦。好啊，就给你乱摆啊。好啊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哦，这个比较厉害，这个、超大的，这个是玻璃啊，黑啦，整个质感就提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质感就提升了，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很棒啊，元念？然后呢？然后什么？哦，然后墙壁也要嘛，壁挂啊，什么墙壁的？哦，这个为什么不行放？又，算了，不让放，放这个，这种可以吧？然后墙壁呢？看一下外观。其实外观其实也可以啦，就是因为我们在 PVP 区的话，就是比较显眼一点。哦，它是二型，对啊，刚才可以用啊。好啦，帮你换这种玻璃，好吗？这样子比较厉害一点。隔音窗，
后再来是玻璃门，就是送你的，不用谢。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那还少一片呢。哇，这是不一样的呢。好了，还有什么？外观哦，设施哦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红色，红色哦，这个红色，一个绿色，绿色。那我觉得一边红一边绿好了啦，这样有点怪。红色 ，OK， 好了，完成了，耶、yeah! ！这样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啊，这边要交错、啊，这样子才有一致性，对吧？为什么会盖过去呢？好了，这样子 ，OK 啦。人家有什么东西给你，可以给你的、啊。好了，先这样子。啊、哦，地板没弄啊。啊，外面我不想贴了。怎么这样子？哇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应该没东西给你了吧，应该都差不多了，只是外观有点丑而已。哎呀，地板啊、哦、它是外观，它是一种外观哦，好吧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各位是不是很赞啊？那个原点你自己摆房子哦，你自己摆，因为它不在，所以嘿嘿，谢谢啦，谢谢观看，别忘了按赞哦，谢谢。